收一点。那个啊，对，开，中间来，张丽，你。
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听说你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了韩国，并且在韩国发展了近十年。是的，是的。今天初次登上这个《我为歌狂》的舞台，为什么选择父亲这首歌？我看到你唱歌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动情，我想你和你父亲之间有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。因为这么十多年，我一直没有陪伴着他的身体。嗯，是何相伴，张明很激动啊，慢慢说。所以我只有通过这个舞台上给他唱一首歌。是这样。哦，父亲跟你的感情很深厚，情愫很浓。你在国外的十年当中，有没有非常非常想念他，想念你的这个家和你的亲人？哦，我非常的想念他们，因为我妈妈一个人在孤独的在北京，然后我爸爸一个人在四川，然后我也在韩国这边，所以非常的惦记他们这么多年，非常的想他们。好吧，我不能再采访下去，我看到他的泪花。谢谢张丽颖，掌声再次送给他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发现咱们女神战队的每个队员啊，真是个个都是非常的漂亮的哈，有没有发现？汪小敏、张丽都非常漂亮，这些姑娘们是不是？好了，接下来迎战张丽，对不起，你再来啊，咱们得说好点是吧？不想说不用说。好了，接下来迎战张丽颖的将是摇滚战队的吴铁花。